星星频道，我是杨心如，我是杨心怡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是纸娃娃，我的名字叫做心如。可是他一打开一出，想要换一件衣服的时候，就看到啊，我的衣柜怎么一件衣服也没有呀？手上刚好有钱，他就想着说，我更不如今天我去买一个很多衣服回来放在衣橱上吧。他就快点跑过去，老板娘，你好，哪一个是在打折的衣服呀？打折的衣服是这件。这一件，这一件是打折的衣服吗？是的。我看一下我配不配它。你看，穿起来就是一个丑八怪一样。真的有点不适合你，换别的吧。好。来，给你。我觉得这件有点适合你。这一件好，那我去换换。出来，出来。哇！你觉得漂亮吗？我觉得好漂亮呀。那要不买回家？多少钱？哦，这个不贵，可是这没有打折，1000元。1000元还算不贵，我不要了，再给我换一件衣吧。打折打折，500元。给你，我还要衣服。什么？好吧。哪一件还在打折？打折的嘛。我缺少试衣。试衣，这里有2件。我觉得这件在打折，这件还没打折。那我要这一件。那我先去换换咯。我换好了，你觉得适不适合我呀？适合啊。那我要买了吧，几块钱？500。给你，我还要买。我要买包包。包包今天并没有打折。那一个包包要几块钱呢？如果是名牌包包，那要1000块钱。简单了。是吗？请选。我想这个包包看一下适不适合我先。有点不太适合。好，那我就不要这个包包。那我试看这个，这个应该是名牌包包吧。嗯，这个好适合。那我要这个了吧，给你1000元。嗯，我先去试一件，拿回我的衣服哈。七百。我不能一直换睡衣呀，慢慢来，从衣服。好，哎呀，太多衣服啦！你买超过1000元送多纳，谢谢你。拜拜，我要放去我的衣橱里。我要回家放进我的衣橱里啊！怎么外面的太阳那么晒？先进去买一个帽子好了。所以呀，我想要买一个帽子。你觉得我戴帽子漂亮吗？漂亮。那要几块钱呀？10块。10块那么贵？打折吧。10块已经很便宜了。那
我要10块就好了吧，给你。谢谢。我的10块钱呀。走走走，我们回家一起走走走走。好，我到我的家了，先放一。先放一点衣服在。诶，姐姐你回来咯。要把它放进我的衣橱里。回来了。姐姐你回来咯。嗯。你看我刚刚去买的这些东西还送了1点多呢。你又浪费钱了。没有。没有浪费钱呀。没有吗？要不然你吃吃看。好吧。啊，你别跟我抢。嗯，饱了饱了。好好吃哟，我也饱了，快要睡觉了。好，现在我换了睡衣，要睡觉了。你没有帮我买衣服。我忘记了，该咋办呢？快点去买呗。你使唤我哟，没有给我钱。给你。好啦，我去买呀，穿着睡衣去。老板娘，打烊了。老板娘，快点！我要买睡衣。还买？明天才能买。拜托，我姐姐要买。已经关店了，关店了。我去自己去。啊呜！我要这个。500，给你，拜拜。姐姐，我回来啦，我先去房间找找她。咔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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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嚓。嗨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一直要拿着包啊？都晚上了，我给你买了睡衣了。晚安。早上好呀，各位。早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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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。我要去买衣服了，昨天买的衣服还不够，我要买完他整家店的衣服。来，我先要去换衣服。先换上一件美丽的衣服。然后我再戴上一个美丽的帽子，可以出街了。老板娘，你别来了，买了我店都快破产了。没有，我这次买很少而已。你要买多少呢？等一下哈。然后老板娘去上厕所。买了这么多？没有呀，很少。也要看看价钱呀。好，这些我全包了。这里呀，900万块。给你。你这么有钱的吗？再见，我可是千金大小姐呀。我买完这件衣服应该不贵吧？贵。好。我先回家了，姐姐。小马娘，我买完了整家店的衣服。老板娘，不要。我们可以摆摊了。我们也卖卖吧。好啊，卖衣服喽。卖衣服喽，卖衣服喽，谁要来买衣服喽？